来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会面临不一样的选择，我们每天的生活面临不一样的选择。在这里我要问大家，你通常在做选择的时候你会考虑哪些因素？举例来讲，如果你们一家人要去吃饭，可能有喜欢吃牛排啊、日本大料理、意大利面、泰国菜哦等等诸如此类的啊，面店呢、自助餐、火锅，那我要问一下，你们选择去吃什么的，原因是什么？来，大家都想吃。他？大家都想吃。OK， 大家都想，大家都要那个东西，大家都想吃。还有呢？火锅店价。价格对不对？哦，今天有没有打卡送肉？打卡送龙虾？哦，打卡5盎司变成15盎司？哦哦，那个有没有 CP 值很高？好、哦，还有呢？自己的偏好。偏好，你到底爱不爱那个东西？哦，刚才说一个是大家都爱，如果大家都说吃火锅，没问题就去了。常安教授说。是偏好。那常安教授要吃火锅啊，婉瑜姐妹要吃牛排，师母要吃寿司啊。那除了妈妈说我喜欢吃泰国菜，哇，四个人下午就禁止祷告了哈，因为敲北没哈就没有办法去吃。是的，那这个是我们吃饭的时候有这种选择。那我再问一下，常安教授，为什么你当初会进入演艺圈哈，就是这一行？当初你选择，为什么你选了这样的工作？因为我读的书就是有关大众传播。哦，读的书就是相关的。那你当时为什么会去选择相关的科系？因为有兴趣啊。有兴趣，阿龙就这样工作，对不对？而且当时我们大学的科系的工作，通常都能学以致用。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年轻人大学读完都出来是干嘛？卖房子是不是？啊、哦，或者有一些哈做一些的行业哈。好。是的，我们选择我们工作，就是有时候常常是我们想要去做的，或我们觉得有成就感的，或者我们的专长。最后我要问一件事情，什么因素让你选择了基督的信仰？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也是选择哦，为什么你不是选择佛教，你不是选择道教，你不是选择其他宗教，而你今天在这里是选择了基督的信仰。为什么？元春节，为什么你选择了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因为他向我显现他的救恩。阿门。好，你先把我结论讲出来，就因为你有与主相遇哦。我今天的 slogan 最后一个就与主相遇。他说，因为他向他显现。所以月春有经历过生命与主相遇的时刻。好，还有呢？还有什么让你选择这个信仰？哎，可以自己举手。有没有？那个头低低的不敢看牧师的那个，我要叫你啊！第一个看我的，我也要叫你。好，来，好，什么原因？以前在美军哈，美国的美。援助的援，在美援的时候，很多人来教会是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基督教又叫做面粉教，来这里可以领面粉，有巧克力，还有那个以前有没有我们小时候哈会暴露年龄，现在环保一些的原因，以前我们小时候那个圣诞卡片亮晶晶的，只有教会有，啊摸下去手上还会亮亮的，有的女孩子还爱漂亮，还故意涂在这里啊、哦，对啊、哦，有没有那种亮晶晶的那种卡片？有的人就把基督教叫做迷魂岛，他来可能不见得要耶稣基督，他来的是要得到那时候美元的物资哈，那时候美元的物资不止这些。面粉的袋子还可以写什么？还可以做什么？做裤子啊、哦！前面写净重，后面写五十斤哈。一个裤子写净重五十斤哈、哦。对，好。所以什么因素让你选择了基督的信仰？有一句最近很流行的话，这句话说得很直白啊、哦。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嘴巴说不要。好，那句话我忘记把它打上去。嘴巴说不要，但是身体却很诚实。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嘴巴说不要，但是身体却很诚实。
如果用我们学过的成语来讲，这个叫做口是心非，或者我们说言不由衷，表里不一。好，如果当我们说，当我们用这个概念来看我们信仰的时候，我要问几个问题。第一个，你当初想象的基督教啊，基督信仰和现在基督信仰的本质有一样吗？在 FB 也常常流行一个图案，什么？这是人家眼中的师母，这是牧师眼中的师母，然后这是实际的师母啊，对不对？啊，人家眼中的师母这样，可能这样啊，笑笑的；那牧师眼中的啊师母可能在那边弹琴，啊实际上师母可能变母师，是不是啊？很凶啊，没有了哈，啊，可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就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现在所相信的这个基督的信仰，你想象的和实际基督的信仰有没有一致？如果你现在想的和原来，那我们要知道基督信仰的本质会不会变？不会变哦。所以我们现在要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会不会你现在想象的基督信仰不是基督信仰的本质，还是在你的想象的当中？那第二个我要问的，你说的信仰和你活的信仰有一样吗？嘴巴说不要，身体却很诚实。换过来讲说，嘴里说我是基督徒，可是所做的都不是基督徒的样子。而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嘴里所说的信仰，爱人如己，爱邻舍如同自己，爱我们的仇敌啊，做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如同做在主的身上，这是我们说的信仰，可是和我们活出来的信仰有没有一致？最后我们在礼拜天的信仰生活，我们在这里互道平安，你好你好，平安平安。有没有你孩子你先生你太太看了好害怕，在家里都不是这个样子啊，只有来教会的时候是这个样子。所以在这里牧师要说，很多的基督徒活得很痛苦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知道基督徒的生命要活出应该有的样式，却活不出来。那有一段经文很激励大家，为什么很激励大家呢？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是保罗在罗马书写的，周报第六页。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上帝的律，但我觉得自己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啊？看到这段经文，你阿们吗？阿们，没有错，就是这个样子。哦，我就是那么的软弱，我就是那么的软弱，我就是那么的挣扎，对不对？对啊，我想做牧师，我想做，可是保罗，你看保罗也这样说啊，他也做不到，他也做不到。啊，可是牧师只有写到24节，25节我把它放在后面。好，25节他怎么讲？他说：“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脱离什么？脱离这种的挣扎，脱离这种的张力，脱离这种表里不一，脱离这种要跟世界和上帝拔河的这种状态。”好。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上帝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好，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提醒，顺服这件事情，不管对耶稣基督或对这个世界，你的态度就是一个关键，你是顺服神或者顺服这个世界。那保罗他传神就好像有画面一样，他把自己切成两半，我的心我是顺服神的，可是我的人性、我的肉体、我的软弱是顺服这个世界的。就像有时候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本来打算这个样子做，像刚刚讲的，可是到最后又没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很
会觉得说很懊恼，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情，在这种挣扎中，我们要胜过这个世界，要胜过肉体的软弱。这里所写的靠人自己是不可能，所以一定要靠主耶稣基督。现在我想我们都很头痛的一件事情，包含我们的孩子或我们自己，就是在使用3C 产品上。3C 产品上的时候，有时候你要孩子跟手机要跟他分离的话，其实有时候那是很困难很困难的事情。你可能比孩子要跟你分离，他孩子要跟手机分离，他可能说我手机不要分离，妈妈爸爸你不要管我，你离我远一点，没关系，比较好。在这里我讲举这个例子，是在研究里面发现，我们以往在讲的一件事情叫做成瘾，药物的成瘾或者毒品的成瘾、酒的成瘾，在我们的身体都会分泌一种就是类似那个多巴胺会引起那个欢愉的那种感觉，让你在这个里面。可是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网络成瘾已经非常正式的列为什么，是一种疾病，它必须要接受戒断。所谓的戒断，是因为它跟毒品它跟酒一样，当你在里面的时间超过某一个范围已经无法自拔的时候，一样会身体会产生这种欢愉的感觉，一旦拿开的时候会有严重强烈的失落感。所以已经在网络成瘾这一部分已经到了必须要戒断，戒断。好，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在我们信仰的里面跟随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所谓成功的价值来取代我们信仰跑完这个信仰成圣的路程的当中，我们常常基督徒也对世界成功的价值来成瘾，追逐更高的地位，追逐更高的名利，追逐更好的生活形态。追逐更好的生活形态，牧师有错吗？耶稣基督不是要给我们更好的生活吗？对，更好的生活是跟更好的生活形态，看耶稣要给你更好的生活差别在于哪里，在于有没有自由。这个自由不是你决定要这样做的自由，要那样做的自由，这个自由是跟不合主心意的生活说不的自由。因为你没有办法跟不合主心意的生活说 no 的自由，那表示什么？你被这个生活捆绑了。但是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等一下要会讲，我先讲一下，就是说第一个我没有办法跟他说不，听得懂吗？就好像毒品、酒、网络成瘾，我没有办法跟他说不，就是你已经被他挟制了。另外一个是你根本怎么样不想跟他说不，你不想跟他说不。好，所以现在我们就要处理一个关于信仰很核心的问题。我们基督徒在这边，或者你今天不是基督徒，你今天要做很多事情决定的时候，我们还是一样会回到这个核心里面。像我们讲的信仰的当中保罗所说的这句话，他在处理一个核心的问题，我为什么要致死我的肉体？我的肉体在这个世界是享受的，是跟一般人的生活没有两样的，可是这个信仰却告诉我一件事，我必须致死我的肉体。那我为什么要顺服上帝的律？在这里所指的是活出基督的生命。为什么你要给我一个理由啊？你要我这样做，你要给我一个理由。所以这个核心的问题是，这样做我有什么好处？人性的当中一定都是趋吉避凶。例如说我在这边告诉那群青少年，今天二楼的这些椅子等下礼拜完全部搬到一楼去只有你们别人没有帮忙，你们还年轻而且你看在这里
刚刚昆廷一直点头说 OK OK。 好，我问昆廷，为什么牧师这样讲的时候你觉得 OK， 你会点头啊？你都觉得 OK 啊，没有问题，对不对？好，如果不愿意的，如果我说好，等一下有搬椅子的，有搬超过十张的，我们今天晚上去汉来吃自助餐。好，对不对？你会不会搬到十张？好，你看，对不对？身体很诚实，听到有自助餐的，好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有没有想到一件事？如果我们嘴巴说，我当基督徒很好哎，上帝很祝福我有这样的生活，真的吗？是这个样子吗？好，如果真的是这个样子，你应该知道福音带来的好处，但是为什么你的生活当中会那么的挣扎？所以我们要处理的核心的问题是，如果这个信仰对你来说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在遵行，那就是很多的限制，那就是非常多的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那是多么痛苦的事情。因此今天为什么牧师要说看见属天的价值，我们必须要看到信仰的好处，就是信仰的价值，不然没有一个人会追求没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过着没有价值的生活。好，所以我们要来看信仰的价值在哪里。第一个，耶稣基督牺牲的价值，牧师背后这个十字架，当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基督徒你绝对会想起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但是我第一个 slogan 就是说，你是忘记了还是害怕想起来，有没有？这个是反校，好，那个是反校，对，很有名的那电电脑，那是那是当时的一个时空背景。好，你是忘记了还是害怕想起来？为什么我会用这一句话呢？我们把前面加上牧师刚刚讲的，对于耶稣基督的恩惠，他的牺牲，你是忘记了还是害怕想起来？我们看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六节，在周报第七页，牧师有用这个经文在上面，我把它念一遍。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觉悟来生全能的人，若是离了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上帝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好，这段经文当牧师好在看圣经，每次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我都会很难过，我都会去想，主啊，我有没有讲了哪一句话，我有没有做了什么事，让我再一次把你钉在十字架。再一次把主钉在十字架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又犯了罪，我们需要生命再一次借着他宝血的恩典，他宝血的赦罪，再一次的洗净。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的价值，你是忘记了还是害怕想起来？忘记了呢没关系，牧师提醒你了，要记得我们是耶稣基督赎回的。如果你害怕想起来，你要想为什么害怕，为什么害怕？至少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认为你的生命得罪了神，虽然他把你买回来，但是现在的生命的状况，现在所作所行不是神所喜悦的，以至于我们选择去遗忘。就好像我们可以用一个生活当中很容易去类比的一个例子，我们都有当过学生，或者后面有一些学生我想我们教会的孩子，或我们以前过去可能是大过不犯不会犯什么很大的严重错误，但是有时候小过不断都会有些在学校有些小麻烦的事情。好，如果现在是训导主任他们可能现在没有训导主任，训导主任是你们现在什么，你知道吗？身教组的组长有没有？如果身教组组长这样走过来
我这样走过去，学生走过来，很多学生就怎样，自然而然就会绕道，好，就会赶快，我们最好不要跟他靠近哈，不然，鞋带怎么没有绑好？为什么今天的袜子一边是红色，一边是绿色？哦，可能没有了，没有那么夸张哈。好，在这里害怕想起来，就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原则，耶稣基督所爱的是什么，所以当我们人在最终的时候，我们会害怕，我们会认为说啊，上帝不爱我。其实那是属于从罪而来的控诉。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的救赎，他救世的计划是从以前到现在永不更改。到他来临之前，没有一个罪是他的血不能洗净的。但重点是，愿不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来悔改，来恳求他。在这里面，很多的人选择了另外一个投机的道路。牧师讲的我完全相信，耶稣基督爱我，一定会救我，所以我决定，我现在应该80，现在可以活很久。我80岁以前，我要过着属世界的生活，去享乐、吃喝玩乐。80岁以后，我会很虔诚的来信主，我相信耶稣基督一定会救我。不错，很聪明。但是唯一我要告诉你，牧师确信的一件事，你自己要去想想的就是，可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能够活到80岁，这不是我们能够去掌握的。那如果今天我很知道，上帝可能让我活到几岁，搞不好我也真的说啊，那我投机一下哦，耶稣基督他不会不理我。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生命何时会消逝这件事，或者另外一个耶稣基督何时再来这件事，不是我们能够掌握的。好，所以另外一个经节，哥林多前书6:20提醒我们，因为我们是重价买回来的，所以要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在很多的场合，比如说今天金马奖有人得奖，奥斯卡有人得奖，或者歌唱比赛星光大道有人得奖，讲感言的时候都会讲什么？我要谢谢你要讲什么？有那个昨天师母台语演讲比赛拿到第一名，所以他在脸书上说感谢了，对，要替他鼓鼓掌，因为我的第一名已经习惯了，我去年也是第一，按照今年那个师母台语朗读那个演说比赛第一名了，所以他就感谢哦，感谢父母栽培，感谢他有母语等等。是的，在这里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上帝，就是当我们荣耀上帝的时候，就是对神的一种什么感谢，就是让别人看，人家说哇你好棒哦，你看什么可以荣耀，怎么样可以荣耀上帝，站在台子上就是荣耀上帝。所以当今天我站在台子上，人家问我说为什么你可以站在台子上，我就可以说感谢神，因为神我的生命不一样，因为神的恩典好让我能够在这里做见证。所以不要忘记，我们站在台上，在我们身子上荣耀上帝的时候，就说明了一件事，我们的生命被重价买回。好，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是，耶稣基督他付上的这个代价就是牺牲的代价。那第二个就是永生盼望的价值，在今天我们的经文的里面有讲到两段经文。第一段经文是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子、弟兄姐妹这些然后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再进士得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要受逼迫，再来世必得永生。好，在这里很多的人会去误会，或在这个当中呢去做一个不正确的解读，他就说原来我给上帝多少，在我还没有死掉以前，上帝会还我100倍。好，然后那牧师觉得你不妨试试看，今天你等一下奉献100块，
看上帝有没有给你10000块，然后如果没有，你换一间教会看看，奉献100块，上帝有没有？哎，我看10倍是1000嘛，哈，100倍是10000，没有错，没有错。所以我说，为什么误解这个圣经？就是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不是这样在算投资报酬率的。这里所谓的一个百倍的意思，就是说比你前面所拥有的还要丰富，比你前面所拥有的还要丰富。那什么叫做撇下房屋、兄弟姐妹、父母儿女？在这里，耶稣基督要讲的不是，选这个或选那个，他讲的不是选这个或选那个，他讲的是什么顺序？你有没有把我和福音是放在前面？好，我举一个例子来讲。以前林长老跟林长老娘他们住在高雄的时候，他们现在在想到底我要讲他们什么。然后林长老娘有时候为了一件事情他会很生气，可是生气之后他会马上的也会知道说啊，他本来就应该这个样子。是什么呢？林长老以前在他的教会当长老的时候，他刚好当总务。好，总务台语他都说总务啊，专辑的音总务，下面台语都爱整哈，所以总务就是总务。所以呢，林长老那时候只要教会打一通电话，喂，林长老好，好，教会怎么样哦，好，呵。然后那时候爸爸在干嘛？可能在问山，可能在接山。好，然后就放着哈，就说我要去教会忙这些事情。当然，我相信林长老是专心做这些事情，而不是说工作那就无闲的吼，就平淡的啊。那长老娘去做，我赶快出去快活哈。当然不是，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牧师所讲的，他以上帝的事为念。马太福音6:33，牧师讲过了，这个就是天国的633。好，我们政府政策633那时候可能没有做到，可是上帝的633绝对不会失误。他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好，这些东西都要加添给你们。当我们以天父上帝的事为念的时候，他也必以我们的事情好为念。所以我们有看到在这里，就是第一个，有没有把耶稣基督和福音看作你有世上所有追求的？刚刚讲的房屋、兄弟姐妹、田地，所讲的就是名声，就是资产，就是和人的关系。你有没有把永生看得比你现在世上的这些东西还要重要？好，那为什么比较重要？耶稣基督在接下来这个经文，马太福音13:44-46，他在讲天国。什么叫天国？什么叫我要给你们的永生盼望？其实它是宝贝藏在地里。好，那我们知道藏宝图，谁会发现藏宝图？有藏宝图的人，谁可以得到永生盼望？好，有翻圣经，有看到上面有记载永生盼望的人，好，可以看得到。好，然后这个宝贝是怎么样？不是到处每一个商店 7-11 就可以看到的，这个是藏在地里。请问藏在地里，你要怎么拿到这个东西？挖。挖。另外一个是要探测啊，要挖。挖的话，这个动作是什么？要付出的。好，是要付出的。好，是要付出的。当这个宝贝藏在地里。好，那所以当我们去找看到的时候，这里说什么？就欢欢喜喜变卖一切的所有，买了这块地。意思就是说我所有拥有的一切都比不过这个。好，所以这个就是价值哦。那2年前，好，到1年多前，我们有去参加福气教会一些训练。里面有讲过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一个保证班，好，什么叫保证班？如果有一个给你保证说，如果你花了300万，好，假设300万，你的孩子就可以
例如说拿到哈佛的某一个学位，或者一定可以进入哈佛。当你这样稍微算以所有的机构啊，在那边工作，那所得到的这个，我们用一个词叫投资报酬率，一定比300万更有价值。好，一定比300万更有价值，所以有一个绝对保证说，300万可以让你哈佛毕业，可以找到一个工作。我想在座的，不要说去偷去抢，你去想尽办法栽培你的儿女，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得到说，得到这样的一个应许哈，这样的一个承诺。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看一个核心的问题，永生盼望。你真的相信永生盼望吗？你真的相信它的价值比你在世所有的还要重要吗？如果没有的时候，你的信仰里面没有永生盼望这件事的价值是胜过所有一切。回到刚刚讲的，当耶稣讲到天国好像这四个字，天国好像什么呢？他讲了这所有的一切的时候，他说要变卖所有的一切买了这个珠子。你所有的一切的东西跟天国比起来都没有它那么有价值。所以保罗说了什么？我是这个世上的万物如什么粪土。好，那他所看到的就是耶稣基督所预备的。好，所以这里说买卖人寻找好珠子，买卖人是什么？就是基督徒。我们基督徒或者在寻求真理的人，看到了好的珠子就知道就是这个了，失去了我可能没有下次的机会，变卖了所有的一切买了这个珠子。所以属天价值这件事情，如果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你还没有确认的话，其实在圣经里面，在我们信仰里面就已经讲了，就是永恒盼望，永生的盼望，没有第二颗。在这边牧师告诉你，天国永生盼望就是那颗珠子。所以现在是问题，是你要买还是不要买，你愿不愿意为了这颗珠子看它作为是最有价值的。所以在这里说，能够找到拥有的人，他就是把这颗珠子的价值看作最要紧。好，最后我们要来看，你看到了，你看到了属天价值不等于你拥有。你如何拥有属天的价值？这里有两件事，一个叫信心，一个叫与主相遇。所谓的信心的意思，像牧师师母或者我们里面已经信主一段日子的人，我们比较会了解信心是怎么回事。如果你要问我信心是怎么回事，我对神的信心就会去从我以前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来告诉我一件事情，神以前没有亏待我，而如今依旧恩待我，相信未来必定怎么样继续保守带领我。好，神以前没有亏待我，如今依然恩待我，相信之后依旧会保守来我前面的道路。这个就是信心，因为之前生命所经历的，如今生命所经历的，现在生命正在经历的，相信以后必然是这个样子。所以信心的功课它必须去操练的。我觉得不可能假设说今天牧师假设有500万，那师母说你拿300万给我，我说为什么要给你300万？你相不相信我？难道我会去做不好的事吗？你把300万给我，我会不会给他？我一定会给师母。不是因为我没有500万所以我说我一定要给他，而是我真的知道他，我对他有信心。就算他300万他要去送给某一个人，我也相信师父一定有他的道理。而这个信心就是因为以往这样培养出来的东西，培养出来的关系。
所以这个信心必须要操练。所以我要问一件事，在信仰里面，你如果有没有办法把永生盼望这件事情当作最核心，是不是你对上帝耶稣没有信心？为什么没有信心？就跟下面这件事情没有关系，与主相遇，是不是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没有真实与主相遇的经验？你不相信他会保守保护你，因此你没有安全感。你在自己的生命生活的当中能够抓多少你就抓多少。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处理的一个关键的事情，就是有没有看到信仰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耶稣基督将我们重价赎回之后，是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如果我们相信有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手上握有这颗珠子了。那接着下来，对耶稣和上帝所讲的话，我们就会知道说，原来要继续这样下去，我们就可以在审判台前的那一刻进入他所为我们预备的地方。所以接着下来，下个礼拜我们要讲的就叫做承接福音使命。如果我们相信这是核心，我们就回到刚刚牧师所说的，我们基督徒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不是遵行而已，我们是承接。我们不是遵行这些耶稣的这些的规定而已，我们是承接使命。我们知道，原来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目标，我们生活的目的在哪里？为了在审判台前的时候能够耶稣说 pass， 好，你可以去我为你预备的地方。那承接使命，接下来就是如何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过着他所喜悦的生活。那传福音这件事，就是下个礼拜我们要来讲的，好不好？那现在牧师最后要来做一个祷告。在祷告的时候，我请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跟神说，神啊，我要看见这个属天的价值，我要看到真的像我们像一个寻宝的人，求你让我们看到生命当中最重要那件事情，就是看到你透过耶稣基督重价赎回，而让我们知道所有一切都会过去，就在那一天我们必在审判台前来让耶稣基督说好又敬忠的奴仆而进入到永生。好，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跟他求，我们同心来祷告。是的，爱我们的神，你如此的爱我们，不单单用你的形象照我们，给我们一口气，让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能够透过祷告向你倾心吐意，而我们彼此的生命你也看为不忍，看到我们在罪的当中受到辖制而死了，甚至于灵魂还落在罪的毒沟里面。因此你透过耶稣基督来付上代价，使我们出死入生，有了永恒的盼望。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需要看见属天的价值。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看到耶稣基督的牺牲，我们没有看到永生盼望的价值，那我们就会像保罗所说的，我真是苦啊，因为我去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我常常在降服在我里面的罪而做了这些事情。我们恳求主再次的帮助我们，好，让我们知道你的名是得胜的名，让我们的眼开看到属天的价值。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